嗨，大家好，今天2018年的11月25号，今天我们教大家怎么做这个柑橘酵素呢，怎么装瓶的动作。那我们之前呢有拍影片教大家在做这个柑橘酵素啊，有兴趣的朋友呢，这个自己在看，我会在影片的后面呢拉连结给大家看一下怎么制作。那这次是制作好的一个柑橘酵素呢，里面可能会有一些杂质，所以呢我们在使用的装瓶的时候呢，建议呢你随便一个漏斗，这个漏斗呢里头呢也有一个过滤装置哦。那其实那个过滤装置应该用不太到。那再来呢，我们准备这个是200目的一个细沙网，那我们就这样子放着哦，然后直接打开来，因为它有时候里面会有杂质，所以呢我们必须滤过。滤过之后呢，这里头呢就比较不会有杂质的存在呢。那我们在使用的过程之中，比如像我们要稀释，然后呢用喷洒去喷的话呢，才不会去堵塞那个喷头。那我们今天呢刚好要装瓶，所以我就做这个影片呢拍给大家参考，有兴趣的朋友可以一起去来参考一下。那今天我们影片介绍到这边，谢谢收看。